们今天要去夹娃娃，都好上身哎，夹娃娃，夹娃娃，会不会夹夹的头掉下来，然后没有生气？什么东西好猥亵？是你的思想好猥亵吧？对对对对对，用搓的。哦，有了。我是金老师今天吗？我是妞爸。我是妞妈。我们今天在华山文创这边有一个夹娃娃的展览，叫做《玩转动漫时代》，然后里面都是日本的夹娃娃机里面的精品，在台湾居然也能够夹得到呢。而且里面有角落，然后毁灭，就是现在超红的动漫，全部都在里面。我们等一下去挑战千元挑战。那你觉得可以夹几次中奖？五个吗？可以目标100次，你才5个？目标5个，50个，我觉得应该也没有到这么猛吧。那我们要就先进去了，走。他们发了一个超可爱的口罩给我们，而且它是免费入场的哦，然后进去的哦。哇，好多角落小伙伴哦，来角落小伙伴的大家一面，还有鬼灭之刃。哇，我们已经准备了，准备好，天哪，他这里全部，妞妞受不了，妞妞受不了，你看。哇，鬼灭专区耶！手机袋，你想要是雷姑姑，是睡觉了，谁睡觉在打架？这边很多哎，鬼灭商品真的蛮多的。我们今天要去夹娃娃，都好上身哎，夹娃娃，夹娃娃。我们来看看有些什么商品。哇，血小板，这都是日本正版的哦。而且这看起来质感就好好哦，好可爱哦，这样很有在日本的感觉的。真的也不能去日本，但是在这边可以夹到日本的夹娃娃的东西。我要夹。哇，巨大的心，好大哦。哎，传授一下功力，遇到师傅。我没有。哎，有了，有了。还可以剥壳哎，会不会夹夹的头掉下来，然后没有生气？什么东西好猥亵？是你的思想好猥亵吧？哦，这个我们上次在日本有看到，你有把有夹，他没夹到，他飞来找你了，他知道你上次没有夹到，所以你已经锁定了吗？吃的，吃的，反应过激猫猫的鸡蛋糕。把妞妞先锁定了第一个目标，我们如果对到前面一点，它是斜的，哦，它有斜哦，对对对。哎，它站起来了，有机会哦！啊，哇，哦，有吗？它的头皮很痛。啊，越来越后面了。怎么办？啊，这一次简直就是浪费了。你要夹哪一盒呢？这个。那一个，轴心的位置。哇，要看一下它好不好夹，再来决定要夹哪一个。急勒死他了！哦，哇！哎呀，机会来了，机会来了，他已经挂上去了。哦，差一点，换碟子好了。妞妞，刚刚 Kira 说那个是 S rank， 你不要越级打怪。对，你不要越级打怪，我们这个比较容易一点，好吧？哦，有机会！你好大声！有机会，他的脚已经上去了。这脚很好像油麻。我要用两根爪子捏哦，刚刚师傅教过的，用两个爪子捏他的头。他自己。对对对，然后你可以摇一摇，摇一摇。好了，摇不动了，够。够。你要是过他挤到了，你可以过他手也可以，就要对到一下。对对对对对，用搓的。哦，有了，刚刚绕了一圈被移动，然后非常佛系的被你们教我们技巧，我们就中，对不对？耶！对，中一只。你想要这只吗？为什么？你想要这只？因为它很可爱。因为它很像黑黑。对，不是吗？我就知道这个，我就知道。你就不知道。你要二手我记得，谈一下。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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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觉得他等下穿要把他压一压，这太扁了。嗯，扁掉了。哦，压他的身体，麻烦过去是不是？时间到了。对，没有捏到。哇哇！哈哈哈哈哈。我们刚刚绕了一圈，发现它好像普娃娃了，是不是？像看起来比较容易呢，有没有机会呢？记得刚刚的诀窍哦。嗯，太快了，太快了，太快了。哦！呀，它的快，有机会。要收要收！哇，有机会！加！有啊！他躺回去了。再见。啊，他保夹了。夹到了。好，来，好了。再等等。哦，来了来了。耶！等等，用到保夹了。因为这一台之前应该有别人投资哦，所以我们就运气很好的中了，很开心吗？我今天1000块钱挑战夹到了这个，真的，大娃娃跟小娃娃，我们家又要被娃娃占据了。对，那这个是在华山文创这边，文创的中式哎，大家也可以来玩玩看，不错哦，而且这边的精品都非常棒，都是日本进口的。对，大家如果喜欢我们今天影片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记得订阅我们所有频道。拜拜，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Mitch， 还可以。啊，怎么了啦？怎么了？你不要换发型了，看不见了呢，可能啊。